我决定要开始我的线上课程了。大家应该都有观察到，近几年包括最近都有许多 YouTuber 开始筹备自己的线上课程，不管是教英文啊，教你怎么剪辑啊，教你怎么当 YouTuber， 教你怎么接业配。那我也开始想说，身为一个小尾 YouTuber 的我，到底有什么是可以带给大家的？因此我很认真地为我的第一套线上课程规划了一套很完善的系统。如果你真的对我的课程有兴趣的话，那要请你继续看下来，因为接下来我将会为你们介绍我的第一套线上课程。好，那线上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现在拿起手机开始吧。啊，课程啊，课程，来邀请你们课一个走起来啊！橙子整个我一个，我直接一个哭声吓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偏了，我的妈呀！啊，喜欢我课程的请直接出门左转买一个，期待你跟我一起度过一个快乐的线上课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阿基，怎样？你现在入职了，那看你之前的影片的调性啊，在你入职之后要不要拍一个影片，是有一点超前企划的感觉。你是说我要拍一些超前企划吗？对，超前企划。对 ，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嗯，哇，今天天气不错哎。嗯，2022年11月23日，差不多了，是时候我要准备登陆火星喽。Gatlin got a good enough start. Bolt was a bit slow to begin. He's got some work to do. Gatlin's in front. Bolt stretching out now. He's coming after him. He's immortal there. 超前！还没有被邀请到走中奖，心好痛。抽了四包烟，但是生活还是得超前。超前！空的空空空，有零空空，轻轻锵锵棒棒。超前！哇！超前！超前！这他妈什么东西？超前的企划。这三小，今天是我生日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